小太阳 S 八零八八新款超大双座儿童电动车，仿真宝马车型，外观大气，霸气车头沿用宝马经典造型，更加帅气。高仿真 LED 电子灯光，光彩照人，霸气十足。灯光可由开关控制，按下灯光控制开关，切换至双闪灯模式。车门带有安全锁扣，双高开门设计使宝宝在驾驶时更加安全。超大座舱空间，内置双座椅、双安全带，可容纳两位宝宝同时玩耍。超豪华储物箱，可容纳更多物品。整车带有避震装置，高低盘设计，七尺寸超大可充气式软轮胎，防滑平稳，抓地性更好。全网第一家四驱设计，四个动力电机增强越野性能，使车子能适应各种路面，动力更强。一键启动式电源，长按两秒左右可启动车子电源，更加方便。高仿真方向盘带有喇叭按钮，按下多媒体操作盘上音乐按钮，可播放自带音乐。剩余电量显示表，让你随时掌握电瓶电量的使用情况。多媒体操作盘上还有 MP3 插口、TF 卡插口、USB 插口、上下曲目键、播放暂停键。当插入 U 盘，可切换至 USB 模式。长按上下曲目键，增加减小音量。在手动驾驶时，通过前进后退控制杆，可控制车子的前进与后退。遥控器采用蓝牙 2.4G 1:1遥控技术，带有缓起缓停功能，紧急情况下可按下一键刹车按键进行紧急制动。遥控器上分别有前进后退按钮、左右转弯按钮、 P 一键刹车按钮、 S 速度选择、对频按钮、电源指示灯。下面看下如何对频。按下对频键2至3秒，指示灯闪烁，打开同车电源，指示灯常亮，对频成功。下面看下此车的安装过程。打开包装，检查下配件是否齐全。开始安装，先安装后轮，把后轴上的配件取下，把后轮套入后轴，注意有充气孔的面在外侧。放入轮盖、垫片，用螺母固定。用相同方法安装另一边后轮，用螺母扳手两边同时固定。